星期五，那今天天气晴，整个天气上来讲，尘螨是变少了，看起来今天应该还是一样艳阳高照，整个山区呢已经好久好久没下雨了，连个阵雨呢都很难把泥土弄湿，所以台湾的气候变得异常的干燥，热的地方很热，冷的地方很冷，那这可能就是极端气候的影响吧。OK， 我们今天的主要工作呢，当然就是要再去看我的小鸡了，看它有没有顺利的活下来。因为昨天是第一天把它移进它的住宿的地方，也就是我的一厨房，那现在呢就要去看看它了。那如果有空呢，可能还是要到里面看看我的水源地到底是不是真的都已经干枯了，这是今天的两件重要工作。那其他的呢，就比如说昨天定制的苋菜啊、辣椒啊，也去看一下。OK， 那这是今天的一些预期的工作，就是这些了。这个是我露台上的咖啡树，那我是用拉扯的方式呢，把它固定在我的露台上面。那这也是我想很容易就可以亲近咖啡树的一种方法。那虽然它占了我一点点空间，但是我要欣赏咖啡豆或是咖啡树的花，那其实就会很简单。那当然这也是要有点控制它的生长。那下一次呢，等咖啡豆采收完了以后，我还会对它进行所谓的修枝，那让它进来的那一种树形的美感让它慢慢的显现出来。OK， 这是我露台上的咖啡树，好久没有介绍给大家认识了。那今天刚好它结果，所以就拍了一段给大家欣赏一下。我们又到小鸡的育婴室来看一下小鸡跟母鸡的生长情形。看起来小鸡都还是非常的健康啊，小鸡也从小就懂得怎么去躲开妈妈在觅食的时候它的一些动作。那妈妈在叫它们吃东西的时候呢，总是会有一些声音，那小鸡呢就会赶快冲过来。所以在妈妈带领的小鸡成长过程，你可以发现其实如果你的体能或者是你有缺陷，其实在一个自然的法则上面它很容易就被淘汰了。那同样的，在母鸡带小鸡的过程里面，它也是非常容易就把小鸡不良的部分呢都全部给汰除了。这是我们在饲养鸡只的时候呢，母鸡它不会像人一样，就是每一只都想让它存活，它会选择优异的鸡只呢才存活。所以这里面就牵涉到说，母鸡带小鸡，它本身来讲它是有一些抉择性的，它并不是所有的小鸡都要让它成长。OK， 这是我们今天观察的育婴房的鸡只的生长情形，那我们会再持续的帮大家做一些介绍。我们今天的育婴房就先拍到这里。有人会很好奇，那我们是怎么留种的呢？那其实像辣椒的留种，我跟女主两个人都会做一些标签啊，比如说这是要留种的辣椒，我们就给它加一个夹子啊。那我们在采收的时候看到有夹子啊，我们就不会采收。那这是对辣椒的采种或者是
其他植物的栽种啊，我们的做法都是一致的，所以跟你一起耕作的人呢一定要先了解彼此的习性啊，这样的话你在采收辣椒的时候就不会有所谓误采到留种的辣椒。 OK， 这是我们的辣椒留种。那因为辣椒今年我已经在做辣椒酱，所以我就会让它继续的生长，如果它可以长多少就种多少吧。 OK， 今年是一个很奇怪的一年，到现在为止呢我的青椒呢还在长，那本来是以为它要放弃它了，就它还继续长。等一下我就拿个袋子来跟它套套袋，因为毕竟有长我们就要套袋，要懂得惜福啊。这个茄子也是一样，那等一下我还是拿些套袋来给它套一下咯。这是野姜花，原本是放在菜脯里面，那因为疫苗已经成功了，所以就把它移出来，让它自然的在这一片生长。这一片原本也是你主种野姜花的地方，那我们就期盼它在这边继续生长咯。